过。你参加选秀的时候不就有这种环节吗？两个人唱同一首歌，然后只淘汰一个。哦，我是一定把歌唱好的。那你要帮助对方把歌唱好。其实帮他就是帮我嘛，你那个歌好了，大家记住的是这首歌以及这首歌的唱那两个人。他五段你一句结尾可以吗？可以。五段哦，你一句结尾。那我可能那句结尾是年轻人初涉职场特别容易这样，他会把领导的一个命令放得特别大，就是我让你尤其是私下里帮我干个什么事儿，你帮我点个什么买个什么，他会把这事看特别重，其实真的是顺手。所以每次班主任让班长去拿本子的时候，真的只让他去拿本子。对。你还把水桶拎来了是吧？有的时候班长会说，我有这个荣幸去拿本子。你还把水桶拎过来，老师还用拖地吗？老师我再给你看看牙。这就像你要去买东西，如果你要表现出你真想要这个东西，那老板就肯定不降价，所以就走了，惯用套路，假装走。哎呀，10块10块不买算了。